你以为戴眼镜就只能是四眼妹 ？No， 这六位 TVB 花旦戴眼镜起来超清纯、超有女友 feel。果然中的江湖大嫂最近热播中，成功聚集一般忠实观众。原因无他，因为剧中有很多美女，陈丽香、江嘉敏、冯莹莹和陈蕾。说起奇怪，原来平时王又留演员拍摄的剧集之余，更会留意各大演员的造型。当中尤其以果然中的江湖大嫂小八陈丽香氏的眼镜娘最受网民喜爱。而原来 TVB 也有不少眼镜娘，韩到底编个戏最强眼镜娘呢？一，黄志文。有底星期日播的三个女人一个音的都知道，方丽音、黄志文是的另一多重人格仇伯伯就是一个眼镜娘。黄志文戴上眼镜之后，又真的会多了几分童真，放下眼镜的黄志文又会变成自信十足的律师。黄志文一人分饰三角，真戏好乐。二，黄心颖。黄心颖近来剧集越拍越多，虽然剧集中黄心颖少有眼镜娘造型，最近期莫过是《杂警奇兵》内爆谷的造型。虽然剧中的眼镜娘是丑女，不过现实中她却有不少眼镜 look， 中有好多不同主题。三，陈法拉。讲起眼镜娘，又点少的陈法拉呢？2005年就入行的陈法拉，虽然在2013年就已经离巢发展，14年更加远赴美国留学修读戏剧。不过陈法拉亦会在 Instagram 上分享美国生活，眼镜 look 再加上素颜 look， 更凸显到其本来的气质。李嘉欣。李嘉欣无论戏原型太阳眼镜、金丝眼镜、黑眼镜定其他款都好，似乎都配搭得恰到好处。亦或只是因为李嘉欣天生丽质，镜你戴咩都好地呢？五，陈丽香。果然中的江湖大嫂小八陈丽香是一小姨家晚晚都陪住大家，三甲住面又点会毛去呢？自古以来说起眼镜娘，某程度上一定会令人联想到教师。而香香在剧中又是饰演教师，真戏状都毛寒，沙滩妆加上眼镜、老师等元素，第一位非陈丽香莫属了。最后的最后，又点少的我第七爱凯佳燕姐呢？无论喜经典中的经典食神中魏公主的造型，还是灿烂的外母中 Jane 姐的造型，都绝对戏深入民心，凯眼镜娘。竟喜见到魏公主长相，就已经有实在太销魂发生了。